你们两个光让人家捎信了，你们就没跟人家说，那是患病的帖子。你们两个差点被黑大哥的命给害了，知罪不？ 那个全是李四他主的，周正英，老规矩，别了，周正英，他俩办事不力，疏于职守，理应受到处罚。周正英，怎么罚？怎么罚？周正英。 罚他俩饿一天，每人各打十棍子。另外，也别过年了，你们俩啊，大年三十初一到门外站岗去。对，大哥，你觉着呢？就是这。谢谢周爷，谢谢周爷，谢谢谢谢王爷。赶紧，赶紧起来，赶紧起来，别别别，别别别，这情况。 像我不？我觉着像个啊，你看多白呀！嘿嘿嘿嘿，哎，你看看，你看，小脚趾盖，啊，这有啥？就是个小脚丫嘛，咋了？跟你说吧，生下来的时候就看见了，它小脚趾盖圆圆的一整片。 我跟你说，我听老家的说过，娃生下来的时候，那小拇指的指甲要是一整片，那就是匈奴人的血脉，匈奴人的后代。这将来又是个不安分的后事。不安分咋了？那安分的有几个是有出息的？我就想个娃。 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。作为女人，嫁给你这样的一个男人，成日里提心吊胆的，叫人不得安生，真是命苦。你这说啥呢？啊，你说什么呢？ 你看看，发生这么大事儿，还不是一根毫毛也没伸着？啊，你这外边还收了那么多的兄弟，这叫因祸得福。哎，娃，你大有福嘞！啊，你大有福嘞！嘿嘿嘿嘿。哎，哥。 你再给我讲讲你们食堂的事儿呗。等下再说，先吃饭。
扰赵学勤的事儿。说呀，哥，我想听。哎，嫂嫂也想听。你想听就想听，扯正稿作甚？叔婶儿，曾新哥，你家来客人了。叔婶儿，你们好。哟，这是儿子吧？你好，曾新。你旁边是灯草吧？灯草你好。你咋知道俺名字的呢？我常听宋欣说，她有个聪明漂亮的妹妹叫蛾子。我是宋欣的同学，我叫赵学勤。哦，赵同学，来来来来，快来来来来来坐。哎呀，哎呦，别弄脏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乡下呀，都是粗茶淡饭的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吃点。哎，邓嫂，快拿碗去，拿饭去。哎，坐呀，快坐下。坐席，涵涵，你也来吃点。不了，你家来的是贵客。涵涵是我们村上的小石匠，他大他妈死得早，怪可怜的。要不你跟我回城去，叫葛大给你找出差事，肯定比在村里强。不了，我在村里待惯了，以后再说吧。你大呀，可是富士城里的名人，就是我们这山沟沟里的人家。提起赵半城来，那没人不晓的。富士城里头七大户，赵白、叶里、马黄、苏，你大，他排第一啊。叔，你就别再夸葛大了，要是葛大听到了，非要笑得合不拢嘴呢。哎，这可不是夸呀。十七年前我闯北草地贩粮的时候，哎，规划城里有个粮店，哎，大的能左右那搭的粮价呀。那都是你家的，叔，你还闯过北草地呢，怪不得见多识广的。哎，要不你再做回粮食生意，这要是在富平城里再开个粮店呢，保证生意兴隆。我就是山沟沟里的命，住到城里还怕住不惯了。儿子，给你的。真好看，这得多少钱、啊、管他呢，都是别人送的。哎，灯草，这是给你的。拿着吧。你给我讲讲富士城里的事儿吧，哎，还有你们学堂里的事儿。哎呀，干脆你就多住几天吧，反正离开学还早着呢。这样，这不太好吧？哎，好啊，多住几天啊！真的，真的。哟，太好了，婶儿，正好我这次来，顺便就在这儿住几天吧。啊，哈哈，快把那两个盒子拿来。我过来看你们，顺便带来点点心。哎，大家别光看着不吃啊，赶紧尝尝好不好吃。叔，婶儿，来，蛾子拿着。坐心，吃啊！你来做甚？我大要过寿辰了，看你想到帮忙的主意没？主意我已经想定了，你还是回吧。
你带你妈都留我在这儿，难道你想赶我走啊？泽西，这是哪大人的金女子啊？啊，这是我同学。怪不得呢，怪不得呢，一看就是大的士出来的。婶子好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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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干什么？人家会有闲话的。我才不怕呢，我就是让人说闲话。哎，泽西，泽新哥，泽新哥，泽新哥，泽什么？来了个财主，骑着马带着好几个人，说是要寻泽新哥的。姚兄弟，姚兄弟，黑大哥，哎呀，姚兄弟，黑大哥，真是巧了，我本要这几日去寻你的，这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？哎呀，姚兄弟，大妈，这是我黑大哥，二老，我是黑家湾的，我叫黑大头，我这儿有礼了。弟妹。弟妹，黑大哥，这是我服饰学校的同学。想啥呢嘛？我叫赵学琴。啊，这是服饰里赵本成家的千金。哦，哦，赵财主家的千金，失敬，失敬。黑大哥有礼了。黑大哥，你认错人了，这才认我嫂子呢。这是我妹妹蛾子，来登草，来，见过黑大哥。弟妹好，弟妹好。大哥好。他大哥，进窑里说吧。哎，是嘞是嘞，哎，别站在当面说，进去进去。哎，不急不急啊。哎，杨兄弟，这年下我这儿乱七八糟的事儿，没顾得上看你，失敬了啊。二老，我带了些礼品，这个有酒啊，皮毛啊，请二老笑纳啊，来，拿着来。好，来了，来了。哎呦，这好贵重的东西，咋能送给我们呢？这是啊，他大哥，我们是穷人家，哪能收这么贵重的礼啊？拿着，拿着，拿着啊，杨兄弟，拿着。黑大哥，你这是做甚？送这么多贵重的东西，我们可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回赠大哥。杨兄弟，我问你一句话啊，这世上剩最值钱啊？恕兄弟肤浅，不知。杨兄弟，你是有文化的人，你好好的想一想，这世上恐怕没有比命更值钱的吧？你杨兄弟已经给了我一个大礼了，张三李四，在了，扶着我杨兄弟。哦，这是做甚啊，大哥？大哥，哎，黑大哥，你这是做甚？年下你回家路过老虎岭的时候，是不是看到一帮匪徒在杀人？不错，你冒着杀头的危险救下了那个人，绑在树上的就是我呀。原来是黑大哥，我当时眼睛被蒙着看不到你，事后我听张三李四说，我黑大头的救命恩人就是杨兄弟。哎，大哥快起来。哥，当时你被土匪抓起来要砍头的时候，你害怕不？说不怕是假的，事情都到那份上了，伸头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怕有谁有啊？俺哥没白救你，多了个大哥。嗯，妹子，你哥是识人不图报啊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是咱真正的陕北后生，跟你哥做兄弟，那是我黑大头的福分。可不敢，可不敢。
是我家做新的服房。哎，弟妹，慢带了，慢带了啊！我也给你带礼物了啊！来，先生来，来来，我带了一些绸啊、缎啊，给个弟妹做新衣服穿穿，看看。这绸啊、缎啊，我们穿上就做不了活了。那就不做了。这是的，我们穷人要是不做活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。砖头瓦块还有翻身的日子啊！谁说穷人就得一辈子受穷啊？往后我就是你们大哥啊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找我。来，接着接着接着啊！来，哎，拿手啊，拿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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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沉着了啊！我说把东西都搬进去。来，杨小姐，弟妹说的对啊，眼下这年月，穷人日子不好过。我听说城里在闹共产党，在抓共产党。你说这个共产党啊，黑大哥，要不咱们屋里说话？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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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妈，帮我照顾一下兄弟们。来，请。大哥，刚才在院里你说什么？我说这个服饰的保安团抓共产党，都抓到我们黑家湾去了。抓到了吗？哎呀，上抓共产党啊，就是找个由头祸害老百姓。我给他们俩钱，打发走了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这村里有共产党？哪有什么共产党啊？杨兄弟，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。我准备过了十五以后，到县上公署申请成立个自卫团。自卫团？大哥是想帮着抓共产党吗？呀，我跟共产党无冤无仇的，抓他做什么？那大哥的意思是，我也是借个由头，哎，防止那帮混蛋再来村里祸害老百姓。那大哥做的是件好事。哎呀，所以，我这回来是想请兄弟出山，到我那儿做个团副，怎么样？团副，大哥取笑了。我哪有做团副的料？哎呀，杨兄弟，你浑身都是学问啊，志向有远大，前程一定在大哥我之上。咱们兄弟俩是有福同享。大哥，我不许推三推四啊！你要把我当大哥，就让大哥给你做主。大哥，我真的不行。杨兄弟，你是不是看不上个黑大头啊？大哥，黑大哥，赵小姐啊，黑大哥，刚才你俩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我有句话想跟你说，不知你愿不愿意听啊？说，说说说说说说，古人说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这意思啊，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。作新，他还有一个学期就毕业了。我看，不如大哥您先干着，等作新毕业了再去为您效劳。您看呢？好，好。哎呀，想不到赵小姐还很有见识啊！就按你说的办。那出事的事情就麻烦黑大哥了。杨兄弟，你还不如我就带着我这帮兄弟去。黑大哥，就用你村里的人就行了，大哥兄弟们就不用去了。行，出事的时候你要的人一定到福石城。行，那我就送到你们家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上马。
天这排场可真大呀。还行吧。郭局长，你放心，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帮你办的。那我就先敬大人一杯。来来来来啊。各位，今天我们特意请来了咱陕北有名的瞎子吴大嘴给咱们说书助兴，请各位赏光。你先回局子里去，把我给洪知识背的礼取过来。是。啊，好好好，师长。动用局子里的人，徐琴呀、啊，可是呼延巡长被我派到局里去了。这个没关系，哪好麻烦您亲自去呢？我派个人去就行了。也好，这是我的片子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！快去动一下。啊，郭局长。快请入席，请入席。好好好。赵老爷今天真是喜上加喜呀！啊，我已经答应了郭局长，替你们两家做媒了。这个怎么？你是嫌郭局长头上戴的帽子小啊，还是嫌我洪某的面子不够大？啊，不不不不。赵某绝无此意，洪知识，您多心了。那好，那今天这媒我就算是做定了。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喝酒。干嘛呢？我
去胡延勋找有急事儿。等着。胡延勋长。嗯。范县长。啊。外边有个女学生找你。这事儿啊，在府门外来了好多叫花子，闹得可欢了。郭局长让你多带些人枪过去，可别让人搅了灶了，有事验。哦，好，你先回去，我马上带人过去。不小心，一线希望，指望着红知识能替咱们说说话，可这姓红的和姓郭的一起吃着官饭，他怎么会坐在咱们这边？那秦二的事儿就这么完了？没完，不是还有个胡延奎吗？泽鑫，怎么样，寻着自己了吗？没有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拿到这个了，有了这个，我们就什么都不用怕了。枪，你哪儿学来的？
这是郭局长的。你想想看，堂堂一个局长把枪丢了，这可不是小事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郭局长这段时间？没错，我就是想趁他固守不顾脚的时候，再想别的法子。等拿到了字据，他就没有办法威胁你澄清了。太好了，泽鑫，谢谢你。被拘留了，啊，哦，后来又被叫出去了，被谁叫走的？和赵学勤一个相好的女同学。哦，她还拿着您的名片过来的。女同学？啊，我的枪不见了，女同学能拿我的枪吗？再说她又没有这个手段呀。不是，二舅，二舅，那枪怎么能没了呢？嘘，你小声点。我跟你说，奎子，你可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，二舅，这我知道。您的答案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。我跟你说，这可是塌天的大事啊！现在只能你整了这，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。二舅您放心，我明白这里面的厉害。好，我跟你说，你跟我听着啊。是杨作新，一定是杨作新。他，他为谁捅我的枪啊？二舅，这事儿非常明白。赵学勤是铁了心要跟着杨作新，赵半成又有字据在您手上，所以赵半成为了女儿的事儿，完全有可能指使杨作新偷枪，而且以这把枪为证，换回您手里那张字据。道理是有。可是证据呢？把赵本成抓来一审，不就清楚了？嗨，你以为他傻子想死啊？他不会认这个账。二舅，恐怕不会。我说呀，只有全城戒严，挨家挨户的查。二舅，这可不妥。有啥不妥？除非您想闹得满福石城风雨，让洪县长得到报告，为邱队长那些人提前腾出您这把椅子。猴小子，我以前还真是小看了你呀、啊！哎，你要是真是二舅的心腹，你赶紧帮二舅想一个周全的主意啊！哎，二舅啊。首先，这事儿不能声张，我会暗中通知我那些守城门的兄弟，凡是进入浮尸的，一定要严加盘查，绝不能让您那把枪出城。然后呢？以抓盗贼为名，挨家挨户全力搜查。好，就这么办。
先生，对不起，我走错地方了。你没走错地方，我就是你要找的人。你？古来青史谁不见？今见功名胜古人。左心同志。这些行动指令都是我发出的，只不过他不知道而已。真是太好了，我们一直盼着上面派人下来，现在终于有人可以领导我们了。龚先生，下一步我们应该做些什么？现在我们先回一趟仓库，那儿有一个人等着要见你。谁呀？你去了就知道。现阶段虽然说清党风不是那么紧了，但是我们主要的任务还是要隐蔽好自己。哎，街上来了一队警察，说是要挨家挨户的搜查，抢了征税局钱的强盗，赶紧撤离。郭局长想强娶她，逼着她大写下了字据。哦，那你是怎么办的？我去了趟局长办公室，虽然没有找到字据，可是我把他的枪给拿来了。你看，不错。这郭大局长把枪给丢了，看来这辈子也是坐不稳了。赶快说。太好了，左心啊。这么说，咱们副市党支部也有了自己第一件武器了。有了咱们自己的武器，就再也不用怕国民党反动派了。嗯。左心啊，我这次来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咱们的党在陕北有了自己的武装了。真的？这太好了！有了咱们自己的武装，就可以不任人宰割了，就可以为穷苦的百姓打天下了。杜先生，咱们的武装在哪打？在清涧。一个叫谢子长的人在清涧组织了武装起义，建立了红军游击队。子欣啊，我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个好消息。看来你以前是对的，
对付反动派，就要以暴抗暴，用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。杜先生，带我一起去清涧吧。不行，你现在的工作中心还是在复试。